大家好，我们是无间情，节目即将开始了，你订阅了吗？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 to me。我先许愿吗？来，五十岁生日快乐啊！31岁，我都比你们年轻啊！好啦，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娱乐百分百呢，因为我们最近刚好昨天已经播出了《Oh My God》《叮咚五间情》第3季，所以希望不管是《叮咚五间情》《敖狼杀》每个单元，凡是娱乐版本，收视都超级高。Yes， 吃爆皮，吃爆皮。然后第二个希望呢，啊，在场所有的人，包括午间情的，今年好不好 ？Yes， 赚到了钱怎么样？翻倍，翻倍，快起来！好，第三个愿望。好，少开点直播，少骂点人，来吧，很少了，很少了。World Peace， 许完愿了，礼物是免不了的，好不好？哇！先我们九折送你的祝福，送你的祝福。我们知道你最希望的东西是什么？干嘛啦？最实际的，好不好？来来了 ！Oh my God！ 九折，我们出去3000块，我们有加码哦，是6000。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们一人3000，对，我们一人3000。你们不要假装只是拿这个板子，那钱呢？节目上不好意思直接拿钱给你们。好好好，好，我先跟你收定金，好不好？定金。谢谢，这个我超想要的。这我想很久，因为我觉得你最需要的就是出资金，然后重新角色。对。这是最重要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礼物最实际，没错，超实际的，谢谢。那当然呢，除了我们之外，今天鱼百也有特别准备礼物给你啦，就是眼前的这3袋，哇，水晶套组，对，水晶三宝，从这个开始，分别为有顺序啊，先不讲，让他自己看顺序啊，好，那我先这个啊，对，水晶套组来。水晶宝宝，好，这可以除，哎，不要吃，这是厨师的。我以为是什么果冻哎，不是，这不能吃的吗？这不是湿的吗？不是果冻吗？它是养的，对，养的水晶宝宝，它原本会长这样，它会长大，然后你放着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哦，嗯，恭喜你获得水晶宝宝，谢谢，蛮可爱的，蛮高兴的。不要把我倒掉哦，没有啦。所以你刚才拿起来吃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想说很像果冻，我以为是吃一个。幸亏你在那边也有不认识水晶宝宝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直接开起来，我们再说好不好？哦，这是水晶系列是不是？都是水晶系列，它有一点要，哎，它的包装贴纸啦，贴纸要撕掉，来来来 ，OK， 哦，水晶肥皂。然后这个还算用得到，因为洗衣服嘛。什么味道？对，什么味道？这个我常用。这个因为有时候衣服沾到那个污渍。这个也很像那个黑糖砖。对对对，污渍。这个蛮好的，这个比水晶宝宝好。傻眼，这个是洗衣服还是洗身体的？洗衣服啦。是吗？这洗身体会湿到身体啊？这香香呢，洗到整个身体干掉。洗衣服的，了解了解了解。最后压轴啊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哎，这个感觉比较高级一点。水晶三套组应该真的来个真的精品哎，东西干嘛名字？我看得出来 ，B 开头的。精品，有在猜吗？有在猜啊，有吗？在这里当主持就对了啦。Oh my god！ 哦，哇哇，你们好妖气，太妖气了吧？谁给我拿一个 B 开头的袋子？水晶脚，水晶脚，水晶脚。我是你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是蛮爱的啦，我点卤味都会点水晶脚。可是我不要自己卤。这是生的吗？对，这是生的，还是要煮 ？OK， 好了，可以啦，吃火锅煮掉，好不好？很实用啊，很用心哎，还水晶系列。好啦，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大家长进来。哦，还有水晶本人吗？对，水晶东区治理，欢迎经理。恭喜为敬，生日快
谢谢晶晶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平安健康，好，大红大紫，可以赚到很多钱。谢谢，谢谢晶晶姐。然后这是我们满满的祝福卡片，每年都有大家满满的祝福，写得很满。谢谢谢谢，来开起来吧，现在开吗？大家看一下吧。好，念一个哦，来来来。每年都很多啊！哇，好用心！兔伟静生日快乐！谢谢你总是认真主持，带给大家欢笑。谢谢你这一年，希望你这一年能够心想事成。水晶给你力量，谢谢，谢谢子怡，子怡，子怡。有写的很长哎，很长哎。好，这个我一个回去慢慢看。哇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谢谢！哇，好感人哦！今天的这个生日会真的水晶的主题太丰盛了吧？真的，好，那谢谢东区志玲，还有一个特别的，特别的，特别的，他有小，他有 Q 到，他有一个小的，我看到真正水晶的礼物了，来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来，前面都已经铺完梗了，满满的力量，真的是假的？满满的力量，我现在是在看吗？现在看吗？你可能会对，我看不出来，这个是水晶吧？很重哎，是吧？是啊，来帮我拿一下，感觉是真水晶哦，真水没有，它绑得很紧哎，该不会是我的？是那个什么赌石？还是水壶？满满的，是什么？水晶不是吗？赌真的是水晶吗？水晶，恭喜！真的水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水晶啊？金矿对不对？蓝色的银石，哦，超爱银石的。它是蓝色，比较少见。银石的银石呢，它就是特别含义，就是它是保护喉咙的，因为你的喉咙，喉咙是喉咙，不是口音，不是台湾口音，喉咙的。保护你的喉咙，因为你要唱歌，还要主持，所以喉咙跟支气管对你都非常重要。而且他还有一个表达能力跟沟通协商的能力，哇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他们很说，那很多水晶其实你可以单单摸的时候会有什么样？小赖说有能量的话，手会麻掉，手会麻掉。对，你感应一下，你感应一下。哇！哎，不行不行，真的麻掉，整个麻掉。哇！神经病啊！好，谢谢。我刚好真的很喜欢银石，这个很漂亮。谢谢晶玲姐的水晶，我们都买了好几个。真的假的啦？哦，你们自己在家里，我们自己买了。真的。为了买你的水晶，我们都买。你自己也入坑。对，谢谢水晶家族。谢谢晶玲姐。抱一下。好好，谢谢。九折。哎，那个屁事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耶！蒙恬了，蒙恬了，谢谢晶姐，谢谢。哇，大家都好用心哦，好大一颗。最后呢，伟晶来好好分享一些感言吧。分享一些感言吗？其实真的非常开心。每一年呢，我好像每一年刚好都有在这边过到，所以真的，我觉得刚好那日子很有缘分，很幸运。然后每一年收到大家满满的祝福，真的超开心的。然后加上今年刚好我爱上水晶，然后大家就真的就是狂用水晶的这个东西来满足我，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。然后也希望大家，我刚刚忘记讲了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的。我们每年一定都要在一起这样过，好不好？一起度过这温馨的一刻，水晶，谢谢。再一次祝伟晶生日快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，待会儿回来就是郭雪芙的专访，您等一下 ，Let's go。郭雪芙居然公开谈论第一次，也太害羞了吧？看一下专访。生理部分吗？什么？要怎么叫？他不知道狼人杀。啊，台东没有这碗，真的。娱乐百分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A B C 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。娱乐百分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兰，我是心灵。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狼人杀？狼人杀，哇，狼人杀是他们节目现在很厉害的。
时候是吗？对，是一种年轻人会玩的东西，虽然我也搞不懂，我老了。对了，我是老了，我们是骗人就可以玩。对，是哦，对啊，骗人我很厉害。我默默的笑啊。你就是 Silver， 跟我抽背。你有问过导演说为什么会找你演这个角色吗？是在你身上看到一些男性的特质吗？不是，不是有男生的特质，而是我真没女生的特质吧？没有吗？我可能在这个年龄层里面，我大概是最不像女生的一个女艺人。应该说她没有那种像你这种欧巴桑的体态，小小只的，但是很清楚自己要干嘛，然后很她其实很历练，然后聪明。都是短短头发，现在都在讲我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我更棒了。他不知道狼人杀，台东没有在玩，真的。对对对，阿丹他台东在遛狗啦。没有为这个什么做一些准备 ？Hello, so much。当然，我们也有拍一些就是呻吟的部分，呻吟的部分吗？啊！然后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很放不开，然后想说天啊，我们要怎么玩？然后怎么啊？要怎么叫？如果外面有人经过，想说这个教室怎么玩？哦哦哦啊！啊，我死啊啦我 ！OK。看得懂哦 ，OK， 我真的好会玩。完了，这怎么画？耶！很好，很厉害，强哎，加高 ，A E C P A。好，来，我完了啦。好，哦，这个的话应。答案就是郭雪芙。你好棒啊！蓝姐你好棒啊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你进去，新年快乐！知道说早安了吧 ？Oh my god！ 你有没有吓到？是说其实应该基本大家应该可能第一轮会过，可是你要开两次，大家居然没有一个人达到你的那个关键词。对，我有一点吓到。可是你一开始这样子答，没有，我想说给你们一点代入感。Oh. 对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反而害了你们。对，因为你这样子，我就说，哎。要干嘛？怎么？对对对对，你把戏有人干嘛？有人说你跟罗志祥的问题是一样的，我是第一个吗？还是你要来接我吗？是疑问句，一模一样。而且我以为你会讲，因为他平常跟我们讲早安都是，又又又又又又又，他每次进化妆室都又又又又又又，这又什么？反正大家一定要收看这个《叮咚五间情》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笑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。好的，下集抢先看就是28咖啡的人才招募实力爆表，真心慈以及艾薇的才艺狂炸全场。这支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在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在下面按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